在座的各贵宾，恁有人生八囝无？甲恁讲，阮阿母偌厉害，生七仙女，一个查甫的。阮这七仙女，每一个拢亲像我，人水花大蕊，白泡泡又绵绵。讲身材就是身材，矮不一底。阿母常常讲。你阿爸一世人吃辛苦，趁钱饲查某。阿母啊，谁叫你爸肚要遐赚钱，生生这一个查某，互阿爸饲到这辛苦。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阿公常常对阿母讲，咱这大天的查某孙，后过就是要娶，阿哥就是要嫁。阿妈爱会记，第一爱努力打拼，第二爱勤俭。阿公无啦，大饼还阁送较侪啊！就安尼，阿公讲的我拢谨记在心。我著找一个翁，非常勤俭，求俭了几工十了。嫁回了，阮若要去买菜，阮翁就讲：阿母呀，豆菜头我豆腐，其他拢免考虑。恁讲有俭无？我点电话我去找伊呢。阮人真俭，无计个拢毋敢去坐百货公司，干那三不五时去行委托行尔。阮人讲委托行是咧穿啥物啊？我甲伊讲，迄委托行吼，就是吼，人衫穿穿，退人形，提起遐委托人话，真相大碗阁满记。伊讲阿婆安尼好好好，你后过拢去委托行买就好。甲恁讲啦，迄委托行比百货公司贵一倍呢。但是呢，头顶也有政策，咱下面都要有对策。您讲对无？有一年咧，流行百斤文，我就是讲，我的嫁妆有一个吃水的百斤文。有一天，阮翁伫遐咧坐，我就提出来穿看看，行来行过去，阮翁讲：阿母阿母啊，你穿迄个裙真水呢，亲像红光在刷位的。哎呦，死无良心的啊！这粒红光敢是为着给你传宗接代？阮家伫咧种台湾上界出名的红艺人，阮有请几个国家的劳工，有菲律宾的，有越南的，维尼的，阮阁带一个中国媳妇，阮家亲像联合国的，若是咧煮食。菲律宾爱食甜，越南爱食咸，印尼爱食酸，中国大陆爱食咸。阮的桌顶嘞，咸酸苦涩咸拢有。啊，阮若坐落来食饭嘞，叽叽喳喳，亲像动物园嘞，听拢无。哎呀，有一天嘞，我就感觉真困了，我就上咱国际演讲会网站。我才发现讲，台语也已经国际化呢，所以呢，我就伫阮家呢，成立一个联合国演讲会，逐天拢甲因讲台语，讲讲讲。有一天，阮迄个菲律宾的呢，七十八十在楼骹哭哭哟，头家头家娘，吃饭咯，吃饭咯，死啊死啊死啊！透早就讲这不结掉，哎，真是乌鸦嘴哦！看我的时阵吃饭吧，我这个我男朋友馋的香香公公走的，头家娘头家娘头家是伫田底啊，跟我进一年两冬啊！啊，阿妹啊，我不是跟你讲，你若要走，都爱让我先走，因为我不甘看你为我目屎流。三步走，两步走，走去到田底，才发现遐远哦，死的毋是阮迄个杂念的啦，是我辛辛苦苦穿的衣领啦。阮这个话人，讲话是为菲律宾讲倒转来，插来插过去，定定都听甲花花都话要紧张死。有一天的暗时啊，阮的媳妇。跟我讲，
阿母阿母，你敢有办法早死？恁死死的才换我死。哎呀，最毒妇人心嘛！爱阮的财产，阮若死，恁都敢骗我？其实不是啦，伊是叫我先生先困。阮这家外国人，因不是歹意啦。语言的表达虽然非常重要，语言也是人跟人之间交通的交流。啊，不过因并无恶意，所以呢，我嘛无将因来家误解，颠倒来家善解，然后呢，提来跟大家分享。不但呢，会当快乐家己，嘛会当娱乐别人，啊，一家嘛会当真快乐。恁讲，安尼是毋是嘞？是。所以朋友啊，恁若想要加入我的联合国无？欢迎你，咱拢是联合国快乐的一家人。谢谢。